平昌冬奥会闭幕式演出正精彩进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和各大洲运动员代表用比心的形式宣布平昌冬奥会正式闭幕，随后现场秒变演唱会舞台，韩国组合 XO 一袭白衣闪亮登场，先唱了咆哮 Power 两首歌曲，瞬间将全场气氛推至最高点。XO 是广受平昌冬奥年轻运动员青睐的演唱组合，他们的出场点燃了观众的激情，现场氛围达到高潮。有意思的是，在今天闭幕式前， XO 成员与获得花样滑冰女单亚军的俄罗斯美女梅德韦杰娃见面。梅娃是 XO 的忠实粉丝，非常盼望见到偶像。 XO 此前已经送给了梅娃签名 CD， 如今梅娃终于一睹偶像阵容，非常幸福。